第二十六届台北电影奖最佳男主角得奖的是周楚除三害阮经天，请尽自身所有投入角色之中，在亡命之徒的角色塑造中展现细腻的情感层次，惊人而亮眼。小天在伦敦工作，所以他没有办法来参加今天晚上的颁奖典礼。那他传了一段感言给我，希望我在台上帮他表达一下。想就去做啊，想那么多干什么，真是的。这是我妈妈还在的时候偶尔会告诉我的。工作二十年后才惊觉，人生的一部分早已经和电影场景交融在一起，其中惊人的相似与巧合让人不禁在面对每一次的演出时都尽力保持敬畏。谢谢电影这个舞台，谢谢我母亲赋予我的不放弃，谢谢烈姐、金福导演、峰哥以及剧组的每一位工作人员的信任。这个是献给你们的，愿世界美好，人心平和。